你换一个吗？不用怕讲错，你就觉得是什么事是什么，就照那个事。我已经给你讲了哪三个字：沉鱼落雁。你觉得是什么？形容什么？沉鱼落雁啊！形容好难。那讲一个成语。讲一个成语啊！一个对四个字的。四个字啊。嗯。前进。不要吵。四个字啊。我要等很久。他讲啊。四个字啊。嗯。好了。一心二用。好 ，OK， 好看这里哈。有一句话叫“书到用时方恨少”，听得懂吗？听懂。书啊，嗯，就是他说知识到你想用的时候，才知道说啊，我怎么都不会。就是你平常要下苦功，就像你现在要去比赛，对不对？你平常要练啊，那比赛到了你没有练上去，就被电得很惨嘛。对吧？哦，要念基本的知识哈，要念书哈。那个舌吻怎么讲？亲嘴后舌头这边嚼。哎呀，玛丽，你不是玛丽啊？我的是你哦，这样拜托牛。这样子，哦、要看你的舌那个。啊，那个台湾话怎么讲？那玛丽。玛丽。跟玛丽哦。玛丽。玛丽。舌头。嚼怎么讲？嚼。你赖。你赖玛丽。对。哦，懂不懂？不要贪玩，那个不要急着赚小钱，懂不懂？那个两交女朋友可以，交男朋友可以，那两个要一起成长，懂吗？懂。哦，那个记得要想办法去念高中跟大学。我比较建议你去念花莲高中。哦，花莲高中。那个反正花农本来就很强了嘛，你去花莲高中，哦，我刚刚讲那个周宇杰嘛，他是周宇豪的哥哥，周宇豪好像还在那个美伦，周宇豪他的哥哥，他就是富士国小、美伦国中、花莲高中、辅仁大学，那他们上次打那个不知道什么杯。国际赛事那个队长就是他，他是辅仁大学的队长，好像是 U18 的队长，叫周宇杰，只是没有长太高。他的小时候他功课很好，然后又会跳德鲁古，然后体育细胞足球也很好，懂吗？那个和中的那个刘宗良教练知道吗？刘没有对过。部落的，就是我们都对那种校队的，很多比联赛啊，然后还有什么杯啊？你为什么要刺青？我为什么要刺青啊？对啊，艺术啊，艺术，我是念美术方面的，然后退学的，不要那么急，懂不懂？我太阳你叫什么？我当时比比。你大嘴皮皮，我弟弟叫我大嘴皮皮，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我大嘴皮皮，我大嘴皮皮了，我上课我大嘴皮皮，我大嘴皮皮的课我大嘴皮皮。太雅话妈妈怎么讲？我大嘴皮皮。雅雅念一次。雅雅布布，雅雅奶头，雅雅奶头。你跟谁学的？还跳舞大嘴皮皮，我在说那个皮肤不是纸哈，不要乱刺，先不要，那个没有什么，懂吗？脑袋啦，你刺在很厉害的图100万，你足球上去比赛是很不会丢，是很瞎，对不对？要有实力，懂没有？先不急着，像你现在不是有那个袖套、龙凤都可以刺穿啊，那也是蛮屌的。懂不懂？有那个，还有一些大图是用贴的，很漂亮。它两个礼拜，甚至有用那种
墨汁。赛德克巴莱有没有看过？他们脸上那个就是用那个可以维持两个礼拜的那个温面的那个颜料画上去，哦，它可以维持很久，然后不影响演戏，两个礼拜才掉下来。你们就可以用那种来一些尝试不同的图案的，有时候贴龙贴凤啊，贴老虎啊，是吧？好，那你们今天去玩水的？今天啊，头不要低下来会黑掉，那个会阴影。你就今天啊，坐正。对，今天几点去玩水？大概中午的时候吧。那你每轮拿得到毕业证书吗？拿到。要拆开，那互相保留证据嘛。你要保留你的证据，没关系，你就拍。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好，那个电先拔掉，好不好？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你赶快去拆，你不要再拍我，我有权利哦。你也在录影嘛，好不好？你去拆了，赶快去拆了，哎。我知道我会去拍。哎，先生，你刚刚在，我不知道你叫什么，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就直接拔掉，好不好？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电，所有财产。好不好？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了。你先把它拆掉，好不好？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你让你拆掉，这是你的现场。那独立招生考得进花农、花工、花中、花农跟宜中嘛？应该你的实力应该都进得去吧？对吧？我很久没有踢了。是你平常就自己练啊，他们有很多平常自己练，因为都是独立招生嘛，懂吗？他不是说球队拿过全国第一就整个球队进去，不可能的，你都是还是要独立测验的，懂吗？要会念高中吗？会啊。大学要念哦，懂不懂？那个女朋友要念大学，你去念体育系，她去念美术系啦。舞蹈系也可以啊，不然就至少要念高中，高中要不要念？也可以哈。我刚刚讲说，两个观念太悬殊会拉开啊。如果他很优秀，你要在一起，互相要挺身，懂不懂？你看，如果老男朋友都不工作，一直跟你要钱，你也不要跟他在一起啊。如果会家暴，会打你，就是在一起成长。对，你看我刚刚问，如果问他什么都不懂。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每整天睡觉宅男，你也不要跟他在一起啊，懂吗？要互相成长，不可以偷懒。那以后两个一起赚钱，有知识才可以走得比较长久啊。哦，那个等一下哈，你那个拖鞋先放旁边一下，你就这样脚伸直就好了。刚刚那个姿势，拖鞋放旁边。哦，你这个腿真的是足球，不然我要照特写，像足球的腿。五大师比比不啊，干你娘鸡巴！操你妈的吹喇叭！五大师比比，全在五大师，全在五大师比比里面一辆法拉利，想要钱人民币。我喜欢打手枪。我操你妈鸡巴！所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比五大师不啊，比五大师不啊，是你的懒觉。比比是女生的比比，懂吗？很长这个腿。那你那个花式足球有很厉害吗？看这边。还好。练多久？半年吧。半年。啊，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没有学会啊。为什么要刺青？要刺那个土？那个十字架谁给你刺的？我自己刺的。对啊。还要刺哪里？还有刺哪里啊？你自己刺还有刺哪里？随便啊。我看一下，心电图、哦。对啊。谁的心电？心电图，然后他的声音啊。我也有哎。先，英语说你不能入境，先不要乱刺，拜托哈。好。你那个是脑袋坏掉了哈，你怎么不刺一下那个脑浆啊？不要乱刺那个，我问你刺那个有代表什么？你觉得？代表什么？
对啊，你就是有涂在上面啊，然后破坏皮肤啊，还是什么？你脱下来好看吗？还好。我觉得啊、哦，我不是说那个帮你刺的不好看哈，我是说你还没有想清楚，不要乱刺。看这边，看这边，都先不要再加线打雾，都不要，你不要急，你懂吗？不然你到大的时候你会想死。我跟你讲，到大你会想死。走开啊！干死你啊！妹妹，叔叔在录影哦。那个懒叫怎么叫？嗯啊、你打死 B B 哈！你打死 B B， 打死 B B 叫那个我打，你打死 B B。扶一下，扶一下，快点，扶起来，把他扶起来。听到没有？听到。哦，不要再扩大了哈、哦。你后面存够的钱，然后长到180，身体定型了再吃。因为你现在还会再发育嘛，到19、20岁还会发育，这样。不要让你那个图样变形啊。好。有的是发胖嘛，你现在是因为还会抽高，那个图会变样子。平常有没有在念书？有啊。那什么，那个成语一个都讲不出来。因为我都在睡觉。对啊，你还说有？你看，习惯性说谎。足球的英文怎么讲？足球、啊。妹妹几岁就会抽烟 ？Basketball 是篮球。Football。足球。足球 ，football。Football 跟还有一个叫什么 ？Soccer。Soccer。哦，那个，有没有出国比赛过？哦，那你在化人的时候，全国最好的成绩是第几名？你曾经有参赛过的？第三吧，第四。嗯，好、哦，那你有抽过烟哈、哦？第一次碰烟几岁？14。是进到美伦吗？还是在化人就会了？美伦的时候吧。哦，为什么要抽烟？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啊。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碧绿呼吸不安啦，一条晚安你刚好不好的路，只有那不娃我刚说娃娃把天心不好，你爱你妈妈是我是美丽会想戒烟吗？会，我没有像他们那样抽，抽超淡的烟。不是，抽烟有什么好处？觉得很屌吗？没有。很拽吗？没有。嚣张吗？享受。啊？没有。那个旁边那个已经中毒，先不要理他。干你老嘞！那每天抽100块，100块不够，再加50块。哎，痛！啊、他的身材很好哎，有没有？他比例很好。是打篮球，篮球、棒球。哎、很痛。等一下，那个，等一下，你看打断哈。他的身材真的很好。那个专门踢你的。有空帮他介绍那个漂亮的学姐，有没有？会照顾他的学姐。他那个五官体格长相都非常好，又顽皮，找那个比较有个性的学姐，把他管得死死的这样。就管不了吗？不是啊，找那种会借他100块的学姐，帮他种烟草，啊、哦，记得哈、哦，不要再乱刺青了、哦、啊。不会啊，河中的那些很会乱刺。懂啊，他们是拿针，我是拿机器。不要乱刺，你有时候也可以。我以后帮你用啊，拿针嘛，拿那个。不要，我在录影，不要动这个手。
个你们这边要待几天？你在这边啊？我再晚一点就要回去了。你们回哪里？回家新南，明天要上课啊。刚刚那位是教会的？对啊。是什么教会？中央教会。哦，中央教会的。哦，那是几岁就参加这个教会？14岁啊。你是刚参加？啊、哦，我没有，现在15岁。那他们在你们来的吗？没有啊。你们是骑电动脚踏车？没有，刚从北部回来。我昨天去那个下柚子。哪里？北部啊。不是，我说你下柚子。你去打工哦？对，我上班了。一天1400吗？1500。在鹤岗吗？啊？鹤岗吗？哪里？八德路。哪里？八德路二段。你说我在花莲那个上货，然后去台北下货。哦。在那个花莲的那个竹溪乡，玉里的。哪里的竹溪乡？竹溪乡那边上货。那边就是玉里啊，我就说鹤岗啊。玉里那边是鹤岗，有鹤岗文旦啊。那这边做几天？哦、你是搬货、啊？你是搬货还是去拔柚子？搬货。哦。好，你们看那个小朋友盖蒂娘啊。那个记得以后要念大学，想办法去念。如果大学的话，你想念哪一间大学？足球学校？体大吧。福大跟体大哪个比较强？体大。体大，要念哈。你妈妈有没有什么口头禅？德鲁古话口头禅。哔哔。他的头像是哔哔，哔哔，哎，妈，还有妈什么？哔哔，好，讲完 ，OK， 我们继续练完。好，那到时候有录影机的叔叔帮你拍。你希望身高长到几公分？185。185。你现在多少？170。你要去念大学啊？想办法。你是要问我母语？你是要问我母语？好，等一下，那个介绍一下国语名字。国语啊？我叫游国恩。啊？游国恩。游泳的游，对，国家的国，感恩惠恩。好，那有没有泰雅族名字？没有。下次叫妈妈或阿公、外公帮你取一个。好。好，有跟外公外婆联络吗？过世。那。有没有去跟去问妈妈是哪个部落的时候去走一走，然后去认识亲戚？就像 我是台北长大，我就全国到处跑嘛，反正都认识。就像你们本来不认识，我那么拍影片，有时候你会踢足球就带一颗球啊去秀一秀，哇，很快就交朋友，懂不懂？懂哈。好，我这段先录这边，那后面我下一段录几分钟母语哈。谢谢泰雅族话怎么讲？你问我泰鲁格的吗？啊、泰鲁格，谢谢怎么讲？闷闷什么？教他闷什么？谢谢。对。我突然忘记了。闷后歪数。哦，数八的。念是闷后歪数。闷后歪数。再一个巴莱。巴莱。就是赛德克巴莱那个巴莱。门后外加巴莱，门外数巴莱，门哦，门后外啊，你是门后外，那个数是你的意思，数巴莱、哦、巴莱。好，我先给你看一下，我小便一下哈。干爹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马黑布数。那个泰鲁格族话，画沙小怎么讲？马努卡达安。数泰鲁格族话，超级白怎么翻？大爷跟奴比比数。你这样？你为什么要上网？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上网？什么事情？为什么要上网？什么事情？你应该知道啊，是你上的、啊。什么事情嘛？那要问你啊，是什么事情啊？你找我干嘛？就是你上网的、啊。
那什么玩偶？放林依龙怎么了吗？啊？没有，我说我烧垃圾啊。你烧垃圾，然后呢？是你上的吗？怎么了？我女儿跟我讲的。你现在什么事情？我有影响到你吗？里面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是吗？对啊。那你死了没有？然后呢？那你为什么不讲台女？那台女不是更毒吗？你去检举嘛。你要去检举啊，你都来这边拍了，你今天是来，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你今天是来恐吓我吗？我没有恐吓你，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那你就回去了嘛。可是重点是，我烧的有比台里土吗？我是问你。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我问你嘛。我有烧塑胶吗？有可以烧，有没有烧衣服？那都是有毒物体啊。你那是木头吗？可是这里那个是我自己烧，我在我家烧，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整个操场都是。从昨天我闻到现在，真的不舒服啊。从昨天没有，我昨天没有烧哎。你现在要干嘛？我只是问一下你现在指责我是吗？为什么不能 po 文？你为什么？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啊，对，是面。你现在来恐吓吗？我没有恐吓你，那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我为什么不能 po 文？你为什么不能 po 台你的？你强迫我做什么？我没强迫你啊。那请你回去嘛，离开嘛。你都已经 po 我了，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我有指名道姓吗？是没有啊。我有拍门号吗？是没有啊。那你还不谢谢我啊？你要收罚单吗？你要收罚单吗？你要让我收罚单吗？你要收吗？那请你离开，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什么叫灭火？那你就叫台女去灭火好不好？你先讲台女，再来讲。我现在打110报警。你打。对。对，你打。现在打，我等。